三年来啊，帝姬就一直瞒着太妃，寻找他真正意中人的下落。他已经有了意中人，对呀，而且小侯爷也不愿意娶帝姬，他们两个人啊，从小不睦，小时候小侯爷就被帝姬从前听大的后院，他就嫌他这未婚妻彪悍，于是就在帝姬的寻香里边动了一点儿。 不伤大雅的手脚，于是帝姬就借机装病。你们都查清楚了呀，那我这是白操心啊！既然青天剑上下都知道真相，却不说穿，因为赵小侯爷。非也，非也，那就是个毛头小子，谁怕他呀？那是为何？不可否认，各位的修为过人，但是要说到这个仕途经济，还是。 年轻了一点，帝姬和小侯爷的婚事事关太妃母族赵家的荣耀，是容不得半点差池的。我们要查不出个名堂的话，顶多就是无能嘛，也不会影响我们拿俸禄。但是哦，你们是怕得罪了那几位祖宗？聪明，<笑>我们就打一份工。 讨口饭吃，饭不着，为了一点乐情，把自己给搭进去，得不偿失。都说京城人心幽微，朝廷水深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虽说你们是外来的和尚，好念经，但要真把这两个皇亲贵胄的小九九给拆穿了，那真的会吃力不讨好啊！啊，听我一句，认个怂算了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帮忙。 对呀，刚才那情报免费，哦，当然，你们已经知道了，不过也能看出我郭修是不是很仗义。嗯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走。哎，别，你们要这一走，明天太妃那儿我就崩不了你们了。说太妃想为难我们，只管试试。试试啊，玉牌祭出。 我必不负所托，明日我便进宫回话。哎，别，等我等。听我一言，听我一言。其实今天请大家来，我是有求于大家。我这回来青天剑当个掌事，就是为了查清楚当年麒麟山的真相。麒麟山，不是迷途谷那谁家的老家吗？对，就是当年。 赵太妃下令夷为平地，诛杀所有妖灵，就连一个小小的陈妖都不放过的麒麟山。阿娘，我不喜欢这里，我们什么时候回麒麟山啊？阿生，子期，我去。喂，说错啥了？ 子期，你怎么了？麒麟山，好像曾经是我家。那个女人，经常出现在我梦里的女人，可能真的是我娘。你想起来了，那你娘她现在在哪儿呢？ 一些模糊的碎片，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起来？我明明都已经忘掉了的。你先放轻松，能想起来是好事情。难道是你七岁之前的记忆在慢慢恢复了吗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？ 赵太妃对麒麟山如此赶尽杀绝，确实蹊跷。
当年的麒麟山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麒麟山就是这一切的源头。可赵太妃贵为国母，若查出什么不轨之事，又能如何？我当然不能如何，我就想要一个真相。我师父、满门师兄弟，还有紫星镇的很多父老乡亲，他们都死了，我还活着。我至少要搞清楚，这一切的悲剧到底是因何而起，当年麒麟山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等将来我入土的时候，面对大家伙儿，好歹对大家有个交代。帮你可以，不过你得帮我办件事。请讲。听闻10年前，兴善殿有一场大火，我想知道这场大火和赵太妃是否有关系。姐姐，怎么办？我好紧张，你不会弄错了吧？一会儿看见他你就知道了，那般翩然风度，宫里宫外我就没见过第二个，准错不了。救我的柳公子啊！几位贵人来了，也是巧了，有件小事，我正要去青天剑寻人帮忙，既然遇见了，就恳请几位贵人帮忙看看。是帝姬又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帝姬还是老样子，是御花园出了些问题。往常3月中海棠就盛开了，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眼下4月末了，连朵都没打，找了最好的花匠来看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小妖灵在作怪。这位姐姐，这件事情的确挺小的，其实呢，我们也很忙。不然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诸位贵人有所不知，这海棠是陛下最钟爱的，着我侍弄着，眼看陛下巡边就要回来了，若是看见海棠病弱，不知要如何责罚我。这个季节倒确实是各种杂草小妖最活跃的时候。我们现在要去见赵太妃，这样等有空可以帮你去看看。也是，穆家两位方士还有正事，那柳公子随我去看一下吧。御花园就在那边，不远，不会耽搁太久。那你去吧，我应付得来。好。怕不是海棠不开，是桃花开了。那就烦请佩云姑娘带路吧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不是穆家人，我跟你一起去御花园。你去干嘛呀？你能让海棠花开？我能啊。安静点，别乱跑。走吧。太妃正在见人，此刻正忙着，还请各位到偏殿稍等。昨日已经递了拜帖，约在今日此时，莫不是在消遣我们？是小侯爷刚急匆匆地冲进去了，说有要事相禀，并非有意怠慢的，还请各位移步到偏殿等候。诸位请。有劳了。我们反正等着也是等着，不如去找柳大哥吧。
为什么呀？因为桃花劫。对呀，刚才你们没看到吗？那个宫女佩云一直盯着柳大哥看，这么一点点小事非得指定柳大哥去做，我觉得准没安好心。拂衣为人古道热肠，妙妙是你想多了。哎呀，我的木姐姐，你长点心吧。佩云姑娘，我已探明，这附近并没有妖灵作祟。你所说的病入海棠，究竟在何处？在这里。海棠是我的闺名。这小侯爷抢先一步去找赵太妃，不知道要搞什么鬼。会不会是想要恶人先告状？听听不就知道了。窃听，这不太好吧？什么？原来是你！小如是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是胆子大了些，但可是我没有想过殿下会中邪啊！而且我下的那点迷香，那我只是什么？说。他只是让进殿下寝殿的人，都以为殿下长了大胡子。那你逼我娶她就不胡闹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大点声。我不想跟她成亲，那她从小追着我打，我看见她我就害怕。你以为我愿意让敏敏嫁给你啊？敏敏才貌双全，你呢？你论文论武，你哪一样是拿得出手的？当年赵家收留我养育我，我便自认是赵家族人，休戚与共，就是因为你是赵家本宗唯一的男丁，不然至于我费这么大苦心吗？是，论学识、才情、处事，我样样不及我父亲。可是我从来没有一天想要像父亲一样过呀。我父亲顶着清欢的名字，却郁郁寡欢了一辈子。他有着那么多人望尘莫及的显赫的仕途以及财富，娘娘，可是他并不快乐。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做若诗，想来他也是自己觉得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丢失了吧。娘娘，我从前从来没有忤逆过你的意愿，可是大婚之日逼近，我总是能够回想起小的时候父亲跟母亲在一起时候的寂寞跟空洞。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，明明是至亲的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什么却仿佛各自远在天边。这种感觉比孑然一身还要孤单可怕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不能跟自己的心爱之人在一起，
那我宁愿独自潇洒快活。没想到这小侯爷还挺有担当。也挺爷们儿的。没想到他真敢坦白真相，向赵太妃抗婚。不就是抗个婚吗？我也不可能听命于人啊，娶一个不喜欢的女孩子。若是你说你从小到大我不是事事都顺着你依着你，可唯独这桩婚事必须办成。不是，娘娘，你就算不为我考虑，你总得为殿下考虑吧，那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她那么优秀，你看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对吧？那我这么不中用，她嫁给我多冤呐。反正这件事情已经昭告天下了，那是改不了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听好了，你若是敢悔婚，皇上回来一定会追问明明中邪之事。你说你只点了点幻香，皇上会信吗？谋害帝姬，你担得起吗？不是娘娘，我真的没想。想清楚，我真的没想害殿下。不是娘娘，我真的没想害殿下，真的没用啊。若是你听着，我当你是我的亲侄儿，我这一生殚精竭虑，那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若是你就乖乖的听话，闯下的祸事我自然会为你遮掩的啊，好不好？关外苦寒，想来也会有春花秋月吧。也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虽然没想害殿下，但我终究是做错了。若能换得自由之身，任何惩罚我甘愿承受。你要气死我！娘娘，若是宁愿死在关外之地，也不愿重蹈父母覆辙。好，你有骨气。来人呐，你给我想清楚，你别后悔。拉下去，拖入大牢。慢着，你们怎么进来了？出去。太妃，事关重大，容我先禀。帝姬寝殿确实被点了幻香，但构不成大碍。中邪之事其实是母妃。敏敏，母妃，我已大好。我看看，真的，真的，托柳公子的福，方才他在花园里念了诀，我顿感邪祟消散，神清气爽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急死我了。放心吧，母妃，我真的没事。这是怎么了？把若氏架着做什么？啊，都下去吧。是。母妃，你还记得当年我出巡御妖的事吗？那次随行的几个青天剑方士一个都不顶用，多亏了云游路过的柳公子拔刀相助，我才能平安回来。我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恩人，后来苦苦也难寻他的音讯，没想到他竟然今天又出现了，而且还救了我第二次。母妃，我此番身中邪祟，恐怕是救命之恩未报，生的业孽。求求母妃，可不可以答应女儿，先暂且取消这桩婚约？女儿眼下只想先好好报答柳公子的救命之恩。怎
么回事？一个比一个不省心。一个自愿失去爵位也要悔婚，一个满不在乎。我不管了，皇上回来自己向他解释吧。啊，母妃，您慢点儿。说说你，从小到大有哪次跟我作对有好下场？不过这次得好好谢谢你。福音，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你与端阳帝姬是旧识啊？柳公子留步。公子，今日可有空移步我殿中博饮一杯？殿下客气了，告辞。哎，柳公子。什么情况？好歹也是个公主，怎么像个牛皮糖一样？姑娘，请留步。我有话同你要说。今日多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。嗯。好，谢我什么？谢你查出了殿下吸入迷香，对身体并无大碍，说出了真相，还了我清白。他刚才根本什么都没说吧？还有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也没有勇气在娘娘面前那样子说话，甚是痛快。好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之前呢，只知道自己不喜欢像殿下那样的女子，但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，直到你的出现。事办完了。回去练术吧，姑娘。侯爷，怎么样？月照庭空，心已满。啊？我是问您，这番去自首可有罪责？乔，我遇见意中人了。柳公子，今日不行的话，那明日呢？公子何时闲暇？公子救了我，理应答谢。无功不受禄，帝姬并未重谢，何来答谢一说？果然是瞒不过公子。不过，就算是为了三年前紫霞山的救命之恩，也应喝一杯啊。捉妖驱邪是我的分内事，殿下不必挂怀。告辞。哎，柳公子，殿下，这柳公子好像很是在意那个木妖。是啊，他看向他的神色，好温柔啊。我怕他是以心有所属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让他用那样的神色，只看向我一人。阿瑶，阿瑶，我与端阳帝姬并非旧识，我和他只是萍水相逢。好多年前的事啊，他如果不提，我根本就想不起来。我知道了。其实他说了，我也想不太起来。你也是走南闯北的，肯定知道，我们路见不平，随手就救了。根本不会在乎救的是谁。嗯，是真的，
我在花园中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我根本就没有认出他来。拂衣，我相信你，即便你从来不把以前的事情告诉我，但是我知道，至少你从来都没有骗过我。那，你早些休息吧。这就开始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子琪，帮我想想办法。姑娘，这是侯府送来的帖子，邀您去府上赏花。赏花？麻烦你给他们回复一声，就说我没空。好的。啊，子琪，哎呀，子琪最近怎么这么奇怪，总是对我阴阳怪气的。以我的经验，他就是喜欢上你了。年轻人啊，都这样。你少不懂装懂了，你有经验吗你？我怎么没有？我爷爷说的，900多年前，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。喜欢上了一棵漂亮的石楠树。等等，你爷爷是个竹子，喜欢上了一棵树，那是重点吗？哦，你继续。那时候他不懂事，明明心里喜欢，却不好意思承认，反而装作满不在乎，整天说些不中听的。人家开朵花，他说臭死了。的确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在对方面前总是容易说些反话。看来你爷爷还是个纯爱战士啊。后来呢？后来这个石楠树姑娘化形以后，就跟一只又帅气又会说很多甜言蜜语的鸟妖跑了，再也不回来喽。看来这个石楠树姑娘还挺渣的哦。可不是嘛，普天之下无妖不冤，有情皆苦，不管是人还是妖，都要受爱情之苦，这也是我爷爷说的。总之啊，我爷爷一失恋就是900多年，直到现在也没给我找个奶奶。那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职务繁衍，不需要婚配，我们的爱情不考虑那么多事迹，比你们人类纯粹多了。行行行，总之啊，我看看子琪表现，搞不好就是步了我爷爷的后尘，他就是喜欢你，所以才整天跟你反着来挑你的毛病。真的吗？那不然呢？说起来，子琪对我的好感度怎么样了？会不会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自动增加了？小陈妖，小陈妖，小陈妖。你找小陈妖干啥？我有问题问他吗？说起来也奇怪，为什么进入京城之后就再也没见着小陈妖了？因为京城有青天剑，据说青天剑里有900年前世上唯一一位天级捉妖师留下的兵器上弦月，那是世间第一法器，有它镇守，所有妖都只能用出30%法力来。你发现我最近很容易困，没什么精神嘛，像小陈妖这种最弱小的都躲起来了。原来如此，小孙子，你还挺见多识广的嘛。是我爷爷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竹子在土里根系相连，像我爷爷这样的千年竹妖，
能联系世界上所有的竹子跟有缘花木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不就没办法知道子君对我的好感值了吗？你想知道就去问他呀，你们人类怎么老是有话不直说？那我怎么好意思自己去问？那我帮你去问。哎，别，管好你的嘴。算了，先不管子期了，这事要紧。哎，我这脑子怎么把原著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，连桃花节是谁都没记住。当务之急还是要守护好穆姐姐和刘大哥的感情，这才是眼下的重中之重。小妖怪别鬼鬼祟祟的，当心误伤。别，真的不是我想多嘴，我们竹子性子都直，看到有话不说的心里就特着急。说，你是不是喜欢妙妙？你别胡说，我猜对了吧？我爷爷就是这样，都900年了，一提那个石楠树姑娘，他就把手上的东西掉在地上，说话结巴。谁说话结巴？明明就是他整天缠着我，还笑那么好看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哎呀，你呀，可千万不要重蹈我爷爷的覆辙了。你脾气这么坏，脸又那么臭，说话比我爷爷还不中听，还不会哄他高兴。再这样假装不在乎他，不告诉他真心话，小心他跟别人跑了。你个小妖精，你开始教训起我来了，就打。哎，我话可就说到这里了。客官，你要家的特色酱肉包只剩一个。喵喵，你吃吧。你吃吧。别看我，我不喜欢吃。啊，你们可真好。真好吃。你是不是喜欢妙妙？那我们事情都办完了，不如我们吃完早饭之后一起去逛街吧。好呀。刘大哥，你也一起去。好啊。南木山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师母姐姐，你走这边吧，我们一起走。怎么还不互动啊？明明就是在意对方的，这两个人都太矜持。
没时间走弯路了，这对 CP 今天必须锁死。哇哇，这个珠花好漂亮呀，木姐姐你喜欢吗？京城的珠花就是精致，老板多少钱？3两银子。太贵了，算了。哎，包起来吧。对对对，孺子可教。难得喜欢。哎，等等，先别包，先别包。木姐姐都还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她戴起来好不好看呀？是，客官。停下！刘大哥，你戴的太好了，好漂亮！这不是柳公子吗？这么巧！帝姬的马车就停在那边，我们殿下想邀柳公子上车同游。烦请转告，柳某身份低微，不敢见远。街头闹市，鱼龙混杂。殿下金尊玉贵，还是尽早回宫为是。柳大哥表现不错呀，连中央空调的毛病也都没了。谢谢老板。回禀殿下，柳公子他不见。柳公子，殿下。将我掩埋，
方向，我正